说，舞蹈这孩子知道你心里难受，有几句话想跟你说。皆さんにご迷惑おかけしてすいません。自分が謝罪します。请原谅。このようなことは僕も恨んでます。自分がしたことではないけれど、自分にも罪があると思ってます。我有罪。ズングは、連数罪。想想你们小日本心里是怎么想的？年长的八九十岁，年幼的还有刚出生的奶娃，200多口子，啊，招谁惹谁了？一下子全被你们杀光了，你们他妈的还是人吗？哎，彼らは悪です。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别说，今天扛着枪，却救不了我爹。当初我爹娘也是在屠村的时候被杀死的。我那时候在战场上，甚至连他们的尸首也没见到。但是我知道，我是一个战士，我必须要振作起来。所以你也一样。怎么样，兄弟，还行吗？我是个战士，让子你休息会儿。俊一，你贱呐！叔，让他休息一会儿吧，这都十几里路了。贝贝，我带。这时候你扯什么枪啊你？他就不会装吗？你别管他。叔，我理解您现在的心情，可这事说到底，他和舞蹈没关系啊。你也别怪叔啊，毕竟一村子人都死在你们手上。思いません。僕はあの日本人たちとは違います。中国人は殺してません。你一般自我。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啊。叔也是个明事理的人，就这口气儿顺不下去，他不会害你的。松本中佐、捜索に出ていた兵が行方不明になっていた二人の兵の遺体を確認したようです。二人の持ち物や特徴からして、村から女性を連れて陣営に向かっていた二人に間違いないと思われます。おそらく遊撃隊の仕業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遊撃隊？はい、殺した奴らは紳士軍の遊撃隊が使う縄と短刀を使用しておりました。その時いた女たちはどうした？あ、調査によりますと、チェンラオウの遺体が全て何者かによって埋められておりました。そのことから考えても、女たちは逃げたものと思われます。失礼します。ご苦労さん。どういう状況だった？はい、アメリカ人飛行隊員を捜索中、敵と遭遇、戦闘となり2名が死亡、あと竹島という兵士1名が行方不明になりました。申し訳ありません。行方不明？君らはどこで戦闘になったんだ？確か
この辺りです。二つの死体と君たちが戦闘になった場所から考えて、奴ら二つの部隊があ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戦闘になった場所から村まで。そうか、あの村の老人は村人を守るために、アメリカ人飛行士は紳士軍が連れて行ったと言っていたが、君らの報告からするとあながち嘘ではないようだ。当時アメリカ人飛行士はこの付近にいた。では我が隊は奴らとすれ違ったことになりませんか。そうだ、この道筋から考えて奴らは国民党の守る気象へ向かってる。野口君、気象への道を全て封鎖して往来する人間を細かく調べてくれ。はい。そして私は本部へ気象攻撃の申請をする。それから今回は兵をなるべく多く連れていくんだ。それで皇居軍を前方へ配備して、遊撃隊と国民党と戦闘になった時、まず先に中国人に戦わせるんだ。皇軍の被害はなるべく少なくするように。はい。以上。失礼します。歇会儿吧，这累的也不行了。好，那就歇会儿。别管他，他是装的。叔，您别这么说，你看他都累成这样了。大师，我。切腹谢罪，说什么了？他说切腹谢罪，日本武士赎罪的一种发誓。你让他死啊！不，走吧走吧走吧。大师，请原谅我，我犯禁罪。彼ら残酷すぎる。说，能容我说几句吗？我知道，好好的一个村子，一瞬间什么都没了。大家对此事都痛心疾首，可吴岛跟此事毫无关系，他并非参与此事，他也是受害之人。日本军队强行把他从学校里抓出，拉杆子入伍，实非他所愿，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以宽仁之心待之？古人有云，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更何况吴岛是代人兽，他何过之有？我知道这事儿跟他没关系，可谁叫他是日本人呢？如果只因为他是日本人，我们就把所有的愤恨强加在他的身上，那我们跟那些毫无人性的日本人有什么区别？叔，您是个明事理的人，您说。哎，还是个孩子。这日本人把这么小的孩子都弄到战场上来打仗，太残忍了。走吧走吧走吧，我不愿意见了他。对不起，对不起。父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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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了他，我杀了日本人，我杀日本人。父亲，人不是他杀的，你杀了他也没用啊。我娘和我弟都没了，我杀了他。父亲，这。
还是孩子回过村了？你怎么了？ 醒了，叔，那鬼子呢？我刀呢？别动，叔跟你说几句。咱全村人都没了。我知道，我回去的比你早，我都看见了。那日本人呢？ 这事跟他没关系，他们都日本人杀的。冤有头，债有主，是日本人干的没错，他是日本人也没错，可到底不是他杀的。人死了是活不回来的，咱们现在就要好好的把美国人送到。我跟李雷已经说了，咱这上前不要了。 奖状也不要了，我这个村长也不要了，我只要一件事情，就让新四军或者国军替我们报这仇。叔，你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咽不下，叔比你还咽不下。 你家是死了人，可是我是有罪。你跑走以后，陈老英带人回来过，我就是没听他的话，就这样，全村人才遭了这么一个大难。我想当村长的时候，我心里还有些小九九。 还经常使一些坏点子，可好不容易当了村长了，这一下又把全村人给害了。叔有罪，可这事情都过去了，说什么也都没用了。就算叔现在让你把他给杀了，你说？ 他一个人的命，能抵得上全村200多人的命吗？饶了他吧，咱就要让他替日本人赎罪。咱这个仇一定要报，要让新四军替咱们报。 我就为我妈和我弟活的，我妈没了，我弟也死了，我活着没意思了。怎么了？怎么能说这种话呢？你是我们马家唯一的年轻人，不容易，得活下去。 凤年，你还年轻。
谢谢他。谢谢大人。好了，你过去吧。马丰年无法拒绝吴导真诚的道歉，这对马丰年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此刻的马丰年在憎恨自己的善良。报告首长，我回来了。什么情况？我们到了陈老屋了。可是我们到了陈老屋的时候，陈老屋的村民都被鬼子给屠了，我们只救出了一些妇女和孩子。这些万恶的侵略者，丧尽天良，完全没有人性，对根据地的人民欠下了一笔血债，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偿还。首长，我在陈老屋发现一个怪事儿。什么怪事儿？在我们到陈老屋之前，已经有人把乡亲们的尸体都给埋了。这是我们在坟包上发现的。这是本画的。小叔，立刻带人沿路去寻找本和护送他的老乡，将老乡们抓紧时间换回来。是。还有，多带些人去，归乡附近的情况日趋复杂，我军日本人三方面的势力犬牙交错，一定要小心。是。在这儿了，我就在这儿。报告殺してください。どうぞ殺してください。吴道，这是干什么？僕はもう疲れた。日本にいた時、お母さんは一日中工場で働き、お姉ちゃんはフィリピンに舞台に連れてかれて、お母さんがいなかったら僕はもう自殺していた。でも僕は中国人を殺してない。もうメイさん、ズグル、おっしゃん、ママ、ジェジェ。打这一仗，你们日本到底能捞着什么好处啊？凤年，你说句话，原谅他。我不杀你啊！我不杀你。啊，是为了让你干活，干活吧。谢谢。这，我，凤年，这仇不是杀他一个人就能报的。
怎么了，叔？你说这个账什么时候能打？我也不知道。你倒好，也没一个家，也没一个亲人，没有牵挂，也没有惦记。叔，你说这人要是没了惦记吧，这心里空落落的，都不知道这活着是为什么。那等你娶了媳妇儿，有了儿女，你就有牵挂了，你就有惦记了。叔就这么小花这么一个闺女，站住！你这啊，挺好，但是这心里呢，应该比谁都难受。哎，叔，明天咱们就能到桂祥了吧？是啊，明天能到。到了以后，咱们叫新四军、国军，替咱们报仇。嗯，我这还什么都没干成呢。小宝，什么叫没干成啊？你办成了一个大事儿啊！最重要的，你把命保住了，这就是大事。君毅，你快给本看看，他牙疼。牙疼？牙疼是牙科医生的事儿。我们西医啊，讲究眼、耳、口、鼻、内、外、脑，这不是我专业。走开。连长，本说他牙疼。牙疼？去问那个张大夫呀。他说他不是牙科医生。什么牙科医生啊？什么医生啊？不就牙疼吗？我就成了。来，疼啊？牙 ？Yeah, the tooth right here hurts. 你牙疼啊？那是因为身体里有火。火。She says it because your body is on fire. Fire? My body's on fire? Okay.我给你刮块纱就好，来，扒了。我 ，no, that's okay. 乖，刮刮。What's 刮刮？婶儿，他不知道什么叫刮痧。跟你也说不清楚。宝财，来来来，来来来，过来。啊。来，把衣服扒了。来来。哎。这两天你有火，正好呢，俺想给你刮刮痧。来。正好。也让这洋人看看什么是刮痧。记得这儿。Oh my God！ 这就是刮痧。舒服吧？看到了。来，该你了。啊？哇！No, that's okay. I don't want. I'm a little afraid.I'm a little afraid of that. 他害怕。害怕？成，那不刮也行，那就扎两针，扎两针好的更快，啊？Oh my God, Jesus! What is she gonna do? 你别乱动哈，俺技术不好，再给你扎偏了。大瓜。Ben, are you okay?
Then are you okay? I'm actually fine. I'm okay. I'm okay. 好了吧？ It's okay. 那好。我再给你扎一针。啊 ！God damn it！ 啊 ！God damn it！ 啊！啊 ！It's okay. 好吧。Okay. 舒服了。Yeah. It's okay. 来。It's okay. 无知无识无悲伤，身宽体盘欢乐长。唉，你说什么呢？我在说大瓜。别看他傻傻憨憨的，他心里没有烦心事儿。多开心的。想我的时候，他就看那个大的；我想我弟的时候，就看这个小的。这是两个，一对儿。现在就剩这一个了。
想杀死他，丰年，他就是为了他的兄弟活下去的。这一下子完了，被你们给杀死了。我怎么办？你现在什么都别做，你们的人已经把他给杀死了，你现在做什么都会惹他生气。 我，昨天什么？我伤心。真是个好孩子，怎么会是个日本人呢？我，哼，我。 我不想这样子，那就留在我们中国吧，做一个好人。啊，谢谢，我李玉。 什么礼物啊？我想想。 这荒郊野岭的哪有什么礼物啊？那随你，你只要给他，他只要是要，都行。嗨。<笑> 放走我！别动！放走我！别动！放走我！别动！这样，哎，都是你们的人吗？这都军报哥的，这怎么回事啊？一打仗，是不是就出来了？哎，老徐，先别急啊，这怎么回事啊？ 你们是新四军？是。新四军什么时候学会偷鸡摸狗了？他们偷什么了？他们去偷我们的鸡。哦，偷鸡。还没有见过你们这样的偷鸡贼呢。想偷的人不敢偷，自己胆小远人站在一边。去让这个傻子去偷，这傻子可真够傻。嗯。人家偷鸡伸手，他偷鸡伸脑袋，这不一忙了把脑袋扎进鸡窝里。 要不我们把他叫了，说不定这会儿都憋死在鸡窝里了。大瓜，你真笨，下回再摸鸡，用手，别用脑袋。我伸手抓不着，我心都破掉。你可闭嘴吧！我老头子活了这么多年，还没有见过你们这儿有一个骗子去指挥一个傻子的新四军呢！啊，你们新四军的这个傻子人虽傻。 力气可不小，弄翻我们好几个人。哦，最后七八个人才把他给治住，要不然指不定惹出什么样来了。钱小宝，你别笑了，是你告诉老乡你是新四军的。嗯，那我不就跟着新四军的吗？我们村可过过几回新四军，没有见过你们这样的，你们不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吗？这偷鸡摸狗算怎么回事？ 你们到底是哪支队伍的？我得找你们首长去。哪支队伍的？哎，老乡，他们不是我们新四军的。不是你们新四军的？啊，行，走走走，带回去。快！哎，老乡，带回去。老乡，老乡，怎么？对不起啊，对不起了，我们的同志犯了错误。 我们会好好的教育他们，给你们造成损失，我们赔偿，好吧？这还差不多。
哟，这怎么有个外国人？你们是不是护送美国友人的？你怎么看得出来？哦，这就对上了。昨天上面下来的命令说你们可能打从这儿就过，让我们协助和帮助你们。一有你们行踪啊，马上去报告上面。您是？我们这个村啊，一直帮助新四军打游击，村里啊也算是半个根据地了。哎，能不能让我也看看？哎，这长什么样？看看你们两个人，啊，正事不干，净添乱。幸好怎么误打误撞，碰上组织的人了。叔，我就是想弄只鸡给本补补身的。你谁知道大瓜，你就把我整个计划给打乱了。这我讲的是。你可别说，计划。来，我那给他们送吧。Hello. He's talking. What did he say? He's supposed to be talking to you.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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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他不是美国飞行员，还有谁是的？还他这么劫富不劫富呢？说不定这外国人不一定全都是美国飞行员啊，我们可就只认学徒啊。这倒是的。还真是啊。好了好了，赶快进村儿，村里比较安全，进村休息休息。你呀，赶快多走两步，告诉乡亲们咱们这儿来外国友人了，赶快去杀个猪，快快快快，咱们帮着搬一下，咱们走，咱们走。那咱们就不见外了。哎呀，还见什么外？快来，走走走。好，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走，快走啊，快点，快快快快，让人找那个资本。啥呀？这孩子，快睡觉，快睡觉！啊啊，好睡。